安老师，那个阿姨要说都来问我，我们环境城道为什么这么红啊？我要不要举手一下？我叫安大帝，是华东理工大学的一名教师，就住在黄金城道附近。去年深秋，黄金城道又火了一把。不过，你可能还不知道，黄金城道还有一个大 IP。这条路的尽头通向古北市民中心，也就是习总书记首次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地方。说实话，我一开始是有一点冷眼旁观的，真的有说的那么好吗？不会是摆摆样子的吧？作为一个这里的居民，其实我更关心的是我们家门口的问题是否能够真正得到了解决。比方说宠物随处大小便，外卖小哥横冲直撞伤到孩子，古北市民中心有个人民建议角，于是我就一口气写了好几个提案。你看个人又来第几年了呢？哎呀，我倒觉得个人倒蛮合适的呢。安老师，我觉得您这么热心我们的社区事务啊，我们一定要热情地邀请您参加我们的立法联系点的信息员。如果您的意见提得好呢，还可以到人民大会堂呢。哦，好呀。欢迎各位信息员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活动。那今天邀请大家来呢，主要是讨论一下我们2022年度全国人大和上海人大的这个立法计划。阿拉邻居老多，特别是上了年纪的70-80岁的老太，买小菜不便当，就是买菜就讲不方便，年纪大嘛。其实呢，也不作为是立法，就讲阿拉高头，作为阿拉代表，就讲阿拉兴趣也好，多多高头反映。我提一个关于这个遛狗行为的一个建议啊，就是我们身边其实大家都能看到很多不文明的现象啊，所以我一直觉得应该有一个更详细的法律法规对这件事情有一个。对这个不文明的养宠的这个行为有所约束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立法能管得住吗？我觉得呢，应该管得住的，因为那个上海人大在2011年专门制定了一个《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》啊。那么这个管理条例呢，应该说对文明养犬的行为啊，有了很具体的规范啊。这些规范呢，应该是非常的明确的啊。但是，所以在当时立法的时候，这个反对的声音和赞成的声音都有。那我也支持那个文明养宠。我反对，就是不牵扯的人都要罚，是吧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是你罚得过人吗？参加了几次这样的征询会，我开始琢磨着我们的街区是否也能这么办。在后来的几个月里，我带着学生开始现场测绘、调研、设计方案，并一次次的组织意见沟通会。征求居民、物业、商铺等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意见，汇聚大家的智慧。人车分流不明显，我们设计了慢行交通设施，阡陌小筑，孩子可以安全地玩耍了。快递和外卖小哥也有了专门的停车区，我们还设置了专门的宠物垃圾回收点。阿姨今天过来拍照啊？哎，是的呀。啊，怎么样？哇，今天浪费太好。是吧？阿姨今天到这里拍照片。对，哎。我设计过很多项目，但是在社区里和各方相关利益者全过程的参与做设计还是头一回，这让我感到非常的自豪，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力量和意义。